亲爱的孩子，做一个健康的人吧。你来了。你怎么知道我要来？因为我每一天都在等着你来。送给你的花。谢谢。喜欢吗？好香。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想要问你。您先看一下这个。我想知道你看这封信的时候会有什么感受。你曾在我的生命中扮演着很多重要的角色，我的兄长，我的朋友，我的丈夫，在这些关系里，我都是一个接受者。我抛下一切离开，是我要用一生去背负的过错。我把孩子留给你，是因为你一直爱着他，希望你能继续护他周全，给他安稳的生活。我会用我的方式和自己的病和平相处。答应我，不要寻找。为了我，也为了你自己。如果爱我，请给我自由。答应我，不要去找不相干的人质问。他什么也不知道。孩子姓叶，他永远是你的儿子。这不可能，怎么会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呢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写这封信？我会说，亲爱的孩子，妈妈真的好爱你。如果要让我有一个愿望的话，我是希望每天都能拥抱你。但是很遗憾，在病魔面前，我只能扮演弱者。我会说，亲爱的孩子，做一个健康的人吧，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，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。起风了吧？啊，好想出去啊！他们都不让我出去。外面多好，多好啊！外面有大海，有高山，还有好多人，而我只能在这里。可以，那我明天来接你。